明天要来用中间的场地，那其实平常的社会福利设施本来就在，那不要影响到其他灾民跟其他单位的运作，所以就是我们先来艾莎跟他们介绍什么是慈济啊，为什么明天我们才来这边。Pharmacist, so I used to work in the Look, mesaj geldi, siz geldiniz karşımıza. Şöyle bir mesaj geldi, teyze, sizin annemle ilgili. Evet, bu bizim. Bizim şimdi mi geldi? Şimdi geldi, sizdeki annemi gördüm. Zekeriya, they received our message just now. Oh, really? Onaylamanız gerekiyor. Yani biz bakıyoruz kim gelebilir, kim gelmeyebilir. Ne zaman geldi? Şimdi geldi, sizi just gördüm. Now. He's seeing us, he's so that he's seeing Yardımdan çok insanların birbirine yardımlaşması ben orada mutlu ettim. Yardım o anda hiç aklıma gelmedi. İnsanların omuz omuza destek olması, nasıl olayım, din, ırk ayırmadan böyle omuz omuza mücadele etmesi, insanların bir olduğunu inanmamı mutlu ediyor. Çiçi, ren, zonsu, gongtong, imen, xin. Zedosu, huyçang, nanneng, 可贵的这样的因缘，共同呢，在一念慈济情，慈济代表爱，那这一念情呢，是代表呢共同一个觉悟的心念。有这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他们要共同做一件事，师父所说的，那做师父所说的，这样甘愿付出无所求，同时呢，双手合十。还要报感恩，这任何的地方，慈济人呐、啊，都是一样，蓝天白云呐、啊，都是一样的，灰天白阔也是一样，看到他们呐、啊，会受灾难的。他们去关怀，不畏惧路遥远，也不怕呢路险要。这就是菩萨应化在人间，拯救众生，给众生呢所需求、所需要。这就是慈济人。天下本来啦，就一家亲呐。天盖地在，只是呢，在天盖之下，地站在地上之中的人类啦，造了很多业，人类自我破坏这个。大地污染天空啊，造成了现在呢灾难偏多，地球也载了超载的人口，还要呢在畜牧业啦、啊，还要养了很多的牲口，这一颗地球，它。是浮在虚空中啊，会不会太超载的啦？实在是很担心。那人口这么多啦，这沙业那么重啊，污染呢、啊？大地污染天空，造成呢、啊？扰动这共生喜，才能真正的人与天地啊，这共处
共相欢喜。随着时间自然法则，我们很安稳自在，活得很自然。但是现在呢，实在是在生老病，现在的病啊，不是在自然中的病，是人造的病。因为呢，我们的造业太过头了，所以呢，天下哪能无灾呢？人类呢，应该啦，要忏悔、觉悟，要抬头，要向天说的忏悔啊！我们呢，感恩大地呀、啊，所以仰头忏悔，低头感恩。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心向善，向善复生。怕先路啦，要保护心灵啦，佛陀呢的教义，行菩萨道，救拔众生，不只是救人生，是要救拔众生苦。众生有苦啦，这很期待我们全球持戒菩萨要好好的用心，多读书，多推书。大地呢，它有生生不息的五谷杂粮供应给人类，所以请我们人类啊，要多读书，很色香味啊，都很记住啊。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用心，天下灾情很大，它真的是机台难难，多用一点心，多推动，非推不可，非恕不可。我们大家呢，要共同弘法，扬善嘛，铺路，能弘扬这个宪法啊，好好的共同来开辟这一条道路。各位菩萨，我们能在人间有这样的因缘，共造瓷器，拉长情，铺大爱，何其有福啊！所以呢，请天下瓷器人啊，大家呢共同一心，把师父讲的话爱听进去。师父呢是用尽气力要讲给大家人听，有听的力啦。所以我慢慢说，期待呢句句分明，能听进了每一位的心坎里，好好的记住，这多一些菩萨宣扬觉悟之道佛法啦，各家几多啦，那一旦安尼呢，天下就会多啦一层的黄玉墨。这黄玉黄啦，那个照啦，我们口是这个照，期待呢全普天之下要有一个真正的健康保护罩，期待天空不再受污染啦，大地呢能康复啦，这天下人人就平安，众生相处，人人平安呐、啊。
感恩呐、啊，全球菩萨们爱的能量呐、啊，付出，感恩呐、啊，大地供应呐、啊，无量的资粮，给予瓷器呢，能在这么多的国家啦、啊，去付出这样的爱的普遍呐、啊，为弱势。为孤老无依啦、啊，等等苦难人呢、啊，去付出，让他们生活有所依靠。但愿全球慈济人与师父呢同心愿，同行菩萨道，感恩菩萨们爱的能量，全球菩萨感恩祝福你们，感恩哦。